电影啊，林淑珍啊，幸运海湾的朱云啊，柯智慧，少年团企业会长黄世杰啊，中年团企业会长卢秋生，青民团企业会长范全山啊，那那那努力你们。咱的主席了吼，并是两年前的去年刘建林啊已经上任，所以今仔日伊就无伊来上任先，你想？来，咱后下无师傅读到遮个东港的遮个来到台中这个所在啊。咱个首长来使用哈，恁要领受教会，互恁达人的责任，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命也无？哦。恁要领受这个职，恁着我个教会头耶稣基督，独独遵依做主来尽你的职务，你又要安尼做也无？哦。这是牧师来宣言，兄弟姊妹，请咱来起立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福堂会小会团结，设立恁做本会各机构的首长，着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所作，常常关心伫遮的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这点咱请小委员咱来请咱。咱转过去。给我大家介绍刘刚勇，一千万张票。伊是国旗兄的公主吼，国旗兄公主。来，黄世杰，少年团体会长。伊含因妈妈、因兄哥，这几年拢来到伫咱的永福教会，含妈妈。也接也拢过来伫咱的教会，妈妈，妈。啊，这个大家有发现啦，吼，地位真聪明的人。你看，文慧是刘医师老长老刘尊荣，对啊，吼。老杨吼，迄个妇女团体会长李淑珍啊，卢秋生上年团体会长，伊是对公务员退休落来了后，啊，即马真侪会当伫全部时间来到教会，而且黄金今年哎，请伊做上年团体会长。我想想在中国人家的朋友